喂，七师傅，喂，hello，hello，点张子，喂，七师傅，快啦，喂，今日好有啦，好好多劲好嘢喎，啊！听闻你有啲呢个520系列喎，系啊，520情人节呢个专辑啦，系啊，咁就有啲简介就俾大家嘅，系啊，系咪好520，多？今日哇，听好闻好多啲多，雕陀啊，全新雕陀啊。系啊，系啊，咁有啲男装啦，当然都有啲，咁可以同老婆拼埋一对啦，系或者哇，女朋好友。多金人韵喎、520哦，520金光闪闪之夜啊！系啊，冇错靓唔靓价先？今次呢啲，OK 噶，呢啲都系简介晒啦，好似上次14楼之夜一样精彩啊，一样精彩，好，咁全部新嘢，咁啊一样系只只都系 full set 有盒嘅全新雕陀啦，系嘛？冇错，全部都系 full set 嘅，亦咁都都系系全好新近期嘅啲新嘅系嘛？秀，系啊，大部分都系今年咯，系啦，三四系，月咁样咯。好明白。喂，逐只嚟咯，见咁多，因为都系时间关系啊，咁多惊赶唔切啊，我哋快啲讲。第一只系乜嘢啊？第一只系呢只黑面金钢嘅女装，黑面细女哥嚟，装，咩 size 嚟嘅？呢只系28mm 嘅呢只，诶，咁的色啊？系啊，特登系即系女士嘅 size 咯，系咯。黑面就都系金文印啦，我见到有啲金字系嘛，系啊，间金嚟嘅呢只。但系呢只算唔算布纹面啊？呢个系部门面嚟噶，佢都其实系布纹面，我细见嘅到部二门四面六嚟，八十啊嘛，都系嗰个设计，系啊，同埋金字咯，系咯，系金系字啊，黑色细装布纹面，咁就间金带28mm。喂，咁系呢啊，有缩咩细价钱啊？咗噶，应该呢啲通常都几抵玩嘅，我觉得。系啊，好大碗噶女装，唔贵嘅女女装，装超哇，大咁碗，啊，即系又系真正520系列啊，28mm 28mm 咁就女士一定冇问题啦。呢只有咩价钱啊？系啊。公仔呢只雕陀28mm 黑面嘅布纹面，咁呢只公价系24,100嘅，咁呢只折咗系13,800蚊。佢金文润都系13,000几嘅咋，通常有金贵啲嘅喎。系啊，哦，13,000女嘅装金系文抵润，玩啲嘅。咁亦都系18K 嘅啦，金色嘅一部分。系啊，个金圈嚟嘅，18K 金圈有系，个。不过雕陀咧啲金间金带条带应该系个面嘅，就唔系成粒啊，佢就唔同，同捞又唔同啦，应该系面但嗰其层实系佢个圈都好厚嘅，圈个就金系纹18K 实金，打带咧环就应啊，该系面嗰层，以我所知。系个圈就厚啲嘅啊，不过嗰个都金纹，系即系廿 18K 啊，都八，系好嘢嚟噶。整嘅36俾大家睇下，好，咁跟住下一好只似咯啊！大装少少嘅36mm，都系布纹面嚟嘅，以为咁就情侣对标噶咯喎。系啊，即系可以买一对咯，或者嗱，男廿八装 mm 喂，三十你六，就其实三十三十六六，系都得噶，男女都得个36。系啊，哦，喂，咁如果依对系情侣对标的话咧，咁我相信适合一啲瘦削少少嘅男士啦。冇错，呢只都好明白，正嘅，咁就黑其色实都布一模纹一样啦，都系金间纹，金同头先嗰只一样。咁呢只有咩价钱呢？呢只上手之后话俾大家知价好，钱先。28/36。咦，话咁，女士戴 OK 喎，36。系啊，男士都可以嘅。咁呢系。只36mm 呢只黑色面金刚布纹面，咁呢只系公价24,500嘅，咁折咗系14,800蚊。你14,800同上一个争少少要啊，系啊，唔系争好其实多。两只加埋 OK 嘅。系啊，系啊。加埋都唔使30,000蚊啊，两只金文润雕陀，系啊，所以好，好抵玩啊！一对买又得，或者斋买送俾老婆都可以拼嘅，埋啦，平好情埋侣望对望。标，咁啊除咗36之外，呢只款仲有冇第二只啊？仲有地啲颜色咯，系咯，具体颜色，而家拼上手俾大家睇下，好，咁啊一比较多个对 size，36。28咁就价钱差唔多，系啦，一好，对买晒底啊！系啊，3万都唔使，系啊，咁下一只介好，下一只，绍都系其他款嘅。仲有一只系类似款嚟噶，望下，咦，钻诶，石嚟呢个噶，又系布纹面金文润喎，系咪啊？系啊，都系黑面嚟嘅，呢只系钻但石系就啦，钻石。有5粒石啊，系啊，5粒石，但佢一样系有二四六八十12嘅。
系啊，都系黑色部分面嚟嘅，都系。但係就加咗啲鑽石落去，咁啊多鑽石應該會貴少少啦。咁但係依個 size 幾大啊？呢只都系36 mm 嚟嘅呢都只。係36。哦，OK，明白。咁亦都可以拼埋，頭先嗰個都可以做一個情侶對標喎。如果中意大隻有啲鑽石嘅話，系啊系啊，即系睇有冇写咯，中意有写就都系係同啦。上應該36其實一樣喎，除咗嗰6粒石之外。系啊，除咗表面冇写之外，哦，OK，明白。咁系啊。就價錢爭幾遠呢？爭咗6粒石。咁呢只有写呢只就截咗系16,800蚊嘅。你又爭少少喎，又系爭2000蚊到喎，1000零2000蚊啫喎。系啊系啊。俾只 match 佢嘅情侣对标你睇啊！诶，仲有一只白色面嘅，咦，哇，讲都咁多讲组合咗今添，日，哇，精彩啊！又系36 mm 但系白面，咁因为有白啲女面。仔唔中意咁细噶嘛啲表，咁其实呢只个 size 系最适合噶啦，系啦，部系分面，36就好，即系好个人嘅，男女都好 OK 好嘅，其系实啊系啊，系咁啦，样都 OK，可以拼埋好中一性啊，三片十大六。家睇，系我觉啊，得呢度一 pair 系 OK 嘅。黑白对比下嗰个效喂，果如果系。钻石咧，就拼落个黑面就会出啲嘅。系嘛？系喂，啊，咁样又我得自己觉得喎，系啊，咁样一 pair 又得，呢个得组啦，合又唔错啊。冇错。但白色嗰只平好多嘅，我记得好似系。平几千蚊嘅起码。系啊，系啊，白色嗰只系咪都系金纹噶？白色都系间金嚟嘅，都咁系都间金，系都系有个金圈啦，系啊，但系冇系。写字咯，系啦，哦，咦，咁啊，三十讲六埋啦。mm 嚟嘅 size 都白色呢只又系几钱咁。咧？咁呢只公价同头先黑色面冇写嗰只公价系一样嘅，都系24,500蚊公价嘅，咁折咗系14,800蚊。14800，咁都唔系系话啦，争好远，咁啊睇下自己中意有写定冇写啦。系啦，系啦，白色面呢只都好靓嘅，咁冇呢个写组合嘅。就白色睇落去时间就清啲易睇啲，黑色咧就粒钻石咧就会突出啲。系啦，系啦。啊，好明白，咁啊又介绍咗4只咯，不知不觉，咁嚟紧仲有咩款式啊？呢雕陀。仲有一啲有女装开始介绍啦，仲有一啲好，又去翻女装先。有只今年嘅跟人人开始啦，又有跟人人，喂，正。由呢只开始，呢只就的女色呢，装嚟，比较的色啊，呢只廿零嘅又系26 mm 喂，又廿好六。细只喎，真系，系啊系啊，有喂，啲女仔好细只。又系嗰只针喎，即系嗰个鼻系缝纫有个针啊，圈噶嘛，系啊，系啊。真系可以穿条线落去啊！系 啊，系啊，哇，呢几只特针别，几特几特别，呢只针咁就别，西装，金面啊，系啊，系啊，金面西装。好，咁啊呢只咧，呢只又咩价钱呢？只呢只都系18K 系，金圈，系啦，十哇，八咁 K 金多链，今日咁多系啊，金今日好矿多金，跟人系人啊。啊！系啊，金灿灿啊！呢只系公价21,200嘅，咁折咗系11,800蚊。哇，1万一万千头八，啊，再平金啲只，圈喎！系啊系啊，咁呢啊，只系啊 OK 整只嘅 match 佢嘅大装俾大家睇呢啲。呢啲下。五 G 带嚟嘅呢啲，系啊。好，有冇情侣对标咧？呢只又，有一只啱 41啱嘅，match 咗只俾佢，咦？哇，咁啊呢只好好好大衬啊，喎，呢只就41:28啊！系啦，呢只就真系男装女装，好明显，系冇啦，得调好转明显啦。系啦，诶，不过呢只针又唔系一只针嚟嘅喎。尖呢只针嚟尖喎，嘅，尖哇！针呢只唔衬咯，如果做缝纫针，系啦，只针就有啲唔同啦，只针就好闪啊个金面，好，但系都系金面啦、啊。系啦，都系间金带嚟嘅，咁就会粗啲嘅呢条，上手都会大只啲嘅。咁呢只几钱先？哇！呢只都几大只喎，真系。系啊，41。强劲臂弯啊！强劲臂弯系啊，中意大表都 OK 嘅，41 mm。咁呢只金面钢带呢只公价系23,700嘅，咁折咗系14,800蚊。14800，因为其实只只都好似差唔多价钱嘅，不论大细系都啊系系啊，一都万系四大千细八，嘅，只价只都钱唔系差唔争好多。多嘅。所以大家可以揀下一个款式中意嘅。
周即系旋律嘅，我哋叫做，未必睇个价钱系啦，喂，系啦，好明显喎，呢两只嘢，系啊，呢个对比好大啊，好明显系男装同女装嘅分别。系啊，情但侣对反而好标得系意啊，喎，男装个 logo 细啲喎，女装个 logo 大啲喎。系喎，大系师，咦，系咯，咁但系喎，而家个咁嘅。系咯个面就一样系金面啦，都 match 嘅，都可以做到情侣对标嘅一个。我觉得西装几精致啊，好精西致啊，装个 logo 反而大啲。系啊，系啊，几精致嘅上一手，大妆都同样都好正嘅。以上介绍嗰啲吊台咪全部都系自动机芯嚟噶，全部都系自动噶，系全啊，部系自动。OK，系好正嘅，同埋好好准啊，吊台，明同埋白。好。好，跟住咧，仲有啲乜嘢啊？跟住，诶，其实仲有一只喎，大师。仲有一只，仲有一只34mm 嘅，都系跟人人啊，哇，头三十先四忽又略有，咗，系啦，大中细都有啊。系啊系啊，咦，又系佢啊！咦，又系呢只？三兄弟嚟晒啦，哦，大中细咁要拍埋比较下啦，真大中细系啊，系。好得意啊，系 大中细，咦，反而三咧兄嗱，弟啊，呢只中同埋大咧，佢更加衬啊，佢支针一系样啊，嘛？系啊。咁再细啲嗰只咧，佢就唔知系进化咗定系咩原因咧，佢就变咗呢只针啦，只针唔同啦。好特时分别啊，好少分秒见。针都唔同，而家咁样比较最细嗰只，时分秒针都唔同嘅。系啊，系啊。反而而家呢只大装同埋中装咧，就真系一模一样啦。系啦，系啦。我买呢个34mm 呢只俾大三家啦。十四，系啊，34。女装嚟嘅，其实34叫女定男都得，男女都可以嘅，三偏十四女多啲咯，偏三女十四就。咯，我觉得36就好啲嘅，唔系系咁好啦，视咁乎呢，个手嘅尺寸啦，咁啊三十四系都可啊系啊，以当三女十四装都啦，OK 嘅，三十系四啊。都系啊，咁呢只34mm 今年降底只公价系21,600，咁折咗系11,800蚊，喂，呢一只样咁平嘅？嘅，一样啫，唔系争好头多先同嘅，细装一样喎，系系啊咯。系啊。OK，一我码一咪千自己八，拣，系啊，咁自己拣啦，拼埋只好。大俾大家。咁啊，暂时见到全部都由11,000几去到14,000几不等啊，但系全部都跟人系人。啦，咪因为佢哋两只个间诶间金最细装同埋嗰个34咧个公价好近啊，争系。几百，系啊，系啊，唔系争好多嘅公价。明白，好，咁啊个价钱都好接近啊，系啦，34mm 同埋41mm，系啦，系啦咁呢就只，最紧要视乎自己个手型啦。系啊，大家就记住个 size 睇下，自己中意咩 size 同埋拣下咩款咯，系咯。好，咁咁啊跟啊，住咧，俾特别嘅大家睇下啦。特别因为系咩特别啊？咁啊噔噔转噔一转第二个系列啦，系咪啊？噔，系啦咦，喂，呢只系咪周杰伦？系啦，系啊，周杰伦大嗰只，呢个今年嚟嘅只。周杰伦啊，咁有呢个系有个星期喺上面啦，系全啊，写，星期日历啊，好少啊，系啊，day day 啊，咁就金杠，咁就金圈，话呢只都好似九系咪亚圈啊，大呢？师，系咪336啊？定系三？你多呢个，可以大只少呢少只喎，41mm 嚟噶，大四十一师，零，系啊，系四啊，十一大好大装只嚟噶，位喎。系啊，系啊，九亚圈啊，你见到个系咯，九亚金圈，都系间金喎，今日全部都间金喎。系啊，41个呢就只，细啲嘅。呢只感觉上就好似sporty 翻啲啊个样，系啊系啊，周杰伦啊，运动啲咯，低低低低系啦，小件41好大嘅，41mm 话呢只啱我手型啊，梗系啱啦，大师强强劲劲臂劲弯啊，嚟嘅系大咯，啱我手师，型嘅啫。诶呢只真系大嘅，呢只因为佢个加盟壳型咧就都真系大只，如果系啦，粗呢个手型，咧就系好好睇，系啦系，系啦，因为我有个客试过买呢类型嘅大表，只手比较大啲，好好睇。系咪有着重一啲细细嘅 size 系俾啦，大俾家睇埋下？只女仔都戴到嘅，系啦，呢只诶，呢只又就系定同系列喎，不过就个面唔同啊。白面啊，都系九亚圈罗马数字嚟嘅，都我系觉得呢只好靓啊，呢只，系啦。呢只就啱我都得，我只女仔手都戴到。白呢个面 size 系38mm 啊，大师38，38嗱，咦，咁就男女都得喎，男装都 OK 喎，38。超正喎！
都系金圈啦，白面好清啊，不白过面白面就女仔戴好似好睇啲，呢只嘛，唔错啊，呢只好清啊，真系都可以算情侣对标嘅，都算可可以以啊，啊，可以，都可以，直情系，但系男女都戴到咯，白色嗰度只可以咁讲咯。系，我望先，系白色嗰度都喎，几重要。比较到个 size 啊，真系。好，咁呢两只有咩价钱咯？我相信贵少少啊。系啦，价钱系唔同嘅，咁我就分别报个价钱啦。咁今年呢只41mm 呢只，公价系28,600嘅，咁折咗系18,800嘅。咁白面呢只，38mm 呢只，公价系28,200，咁折咗都系18,800蚊。一万八千八，两只差一样价钱啊，两个都18,000几，系啊，系啊，咁平，哦，咁啊抵喎，佢系其实咯，佢嘅公价争几百蚊咋，系啊，哇系啊，大系只啊，嗰所个以抵价啲钱喎，好感觉啲，上，大只嗰个 day day 喎，咁样睇法好抵系喎咯，系啊，系啊，，OK 喎，咁啊大系只啊，嗰系个啊，抵玩啲喎，两只咁都一讲万咧，八千八，系啊，两只都系18,800，系因咯，为两啱只啱都睇18,800。佢哋公价都系争几百蚊我知咯。点解，可能白面系贵啲嘅，即系调翻转白面嗰只系个价系贵啲嘅，折少啲嘅，哦，系啊不系过啊，唔系，如果调我翻自己转。个人觉得，如果戴得金银咧，即系金银准咧，哇，今年就拼埋金面可以仲正啊，真系。因为今年好出咯，只颜色系啊，但系白面就低调啲咯，同埋即系好睇啲咯，都唔系，系如果啊。女仔手白面会好睇啲啊，觉得。我中意白面咯，我自不己。过好难讲啊，再加埋个人啲肤色咧，即系如果手白咧就戴白色，如果你话皮肤咧比较黑少少咧，戴金面好睇。系啊系啊，好，好，咁嗱，啊，是下一但只今啦。年下一节介绍呢只新嘢嚟一啲新款俾大家咯，系啦，噶，又有新款，系呢只 BlackBerry 款咯，系啦，一 百今杯年啲款，新款系有珠带咯，系咯，系啦，我新款嚟喎，系咪珠带啊？出咗唔珠带，同埋个扣都唔同啊个扣，哦，咁样个扣。好，咁啊呢只咧，佢个 index 都几特别喎，佢又金面，但系嗰个 index 系白色嘅。系啊系啊，有夜光嘅呢啲涂层啊，即系圆圈呢啲系，同埋时分秒系，都几大粒下喎，啲夜光，可能应系该同都埋几呢肥。度系啦，有天文台 Chronometer 嚟嘅呢只验系啦证嘅，系天文台验证。，Chronometer。好，咁呢只新款嘢，咁啊新款嘢，咁就个价钱系点咧？会唔会接近呢个市价咧？补都有翻折，系啊，有折嘅系啦，补都有翻个折价钱俾啊！大家啦。新款都有折，咁啊正啦。系啦，咁呢只公价系42,800蚊嘅，咁呢只折咗系27,800蚊，27,800，哦，系系啊，啦，都系十八 K 金新嗰款啲，都有折，不过就折冇头先嗰啲咁抵啦，即系相对嚟讲，不过但系新款一定系咁样噶啦。系啊，同埋佢系虎啊，头新针款啊，呢话个，晒都话，系啊，BlackBerry 款嚟嘅，佢都另外一所个有系 BlackBerry，啦，你想戴？呢只会好劲，好睇 41mm 嚟噶，但系呢只。啊！我四珠廿一带啊，系都好四廿一睇，虎头针，咁有少少系咪啊？波都唔系。系咪类似有啲 Ranger 嗰只感觉咧？都唔系啊。都唔系，Ranger 有啊，而家其实呢只似噶，系直情嘛？系嗰个，系咯，系我啊，就冇错，见呢个 size 同埋嗰个虎头针即系成个感觉系咪有少少似 Ranger 嗰个系感啊。不过觉？佢系间金咯，同埋佢都系索巴的，同埋 Chronometer。系啦，同埋之后见到嗰个 index 嗰个设计系即系圆点啊，就感觉上系 sporty 翻啲啊嘛。但系 Ranger 咧本身佢有个叫做快速微调啊，系快速微调个扣，咁呢只就冇嘅。咁如果你话有咧，就呢一只，，OK，呢只系嘛？系望啦，下咁呢先，一只仲有另一就款，诶，仲有白面嚟嘅，呢只啊，细系少少，啦，似啊，似啊，蓝嘅啊，得嘅，系啦，哇，呢只就真系快速微调，呢只系成只钢喎，系啊，成只钢嚟嘅，又系潜水款啦，系咪银白成面嚟嘅？只钢银面系咪啊？系啦，呢、这个就系快速微调扣啦，系啦，呢度系，系啦，拉一拉就可以伸缩啦。因为有阵时你知道夏天咧，系拉拉就可以伸缩，夏天就可以随时调到啦，系啦，哇！咁即样，系而家，哦，系，依好方便喎。
微调，好方便啊，随时尤就其到是咯。夏天啊，系非系常紧要呢一样嘢。啊，可以随时即系松紧度教到咯，系啊。咦，同埋个扣咧，我见个龟背位佢嗰个打磨，中间抛光打磨嗰个都几靓，似劳力士嗰只扣啊。系啊，叫做光条咯，系咯，系佢就嘛？个名叫光条咯。系啊，似劳力士嗰只光条啊。系啊系啊，好靓噶个新版盒，同埋做咗微调咯，好又啦，我哋报价啦。系啦。好，呢只有咩价钱咧？全钢。咁呢只全钢公价系30,600嘅，咁折咗系19,800蚊。诶，呢只又平啲喎，唔使20,000。呢只系39 mm 嚟嘅，报埋个 size 俾大家睇，呢只都系男女 OK 啦，我觉得。39同埋41，平长手俾大家睇，又可好，以情明侣对白。表，又系，咁系啊，就金钢就贵少同少一啦，个系列，全钢就平啲。冇错冇错。咁最尾仲有一只女装介绍俾大家嘅，仲有女装，哇！今日好多雕陀啊，真系。系啊，仲有一只女装呢嘅。只系超级女装啊，系最简单嘅但好靓喎呢只，钢面呢钻石。只哦，嗱，呢只有又注变射翻嘅另外一白系列，面，啲斯文系列咧，又同头先嗰啲有另外一种感觉啦。系啦，白有面啲人嚟，中意，即系唔中意金钢低调啲，咪呢只咯。低调啲，但系又有3粒钻石喎。系啦，但系佢啲钻石唔系话好出嘅就呢只，唔但出，系都但系叫钻石白咯。面衬钻石系冇咁出嘅，真系系。啦，冇错冇错，系，但系都好靓啊，白面咁钻石，就中意低调嘅留意下啦吓。系啦系啦，呢只都系28 mm 嚟嘅。全钢咁就抛光拉丝咁样咧，呢个设计就系啊系啊，呢只咁我报相埋信个价就钱俾大系家啦，啦，佢系净系啊，得女装嘅只系嘛，冇男装啊？呢只冇男装嘅系，冇男装可好能啊，比咁啊较呢个啲咯。520系之列前嗰啲就类似嗰啲款啦，都系有嘅，系啊系啊，咁啊买俾女朋友，买俾老婆就呢只啦。系啊，买俾女朋友或老婆都可以嘅，系啊。咁呢只28 mm 公价系17,400，咁呢只折咗系9,800蚊。哇，咁多啊，折头系啊，呢只都好大玩嘅都，9,800头呢啲先嗰就啲都金钻都系争1,000蚊系啊，嘅，呢都啲唔系折好头多。多啊，真系系啊系啊，或者啱款就抵玩呢啲，头先类似就呢啲咯，系即系头先嗰几兄弟就类似嘅。咦？咁啊，暂时见到最抵玩呢只，有埋钻石都系9,000几蚊。系啊系啊。好啊，咁多只咁啊，今日都差唔多啦，咪啲雕陀介绍完啦嘛？咁仲有一款新款嘅雕陀介绍俾大家，咦，仲有一款仲系有啊，系啊，仲有一款红圈嘅，红圈，仲有红圈出咩？系啊，大师呢只你可能有冇见过呢只？呢只咪 Lady Gaga 咯，唔出噶啦嘛。系啊，但系佢而家新款出咗系珠带嘅版本咯，哦，换条带原来系啊，同唔埋系都喎，系之前系 Blackpink 板系列带嘅。嚟嘅喎。系啊，系啊，冇错。咦，佢咁呢只好似系，咦，系，佢呢只好似系快速微调扣嚟噶。佢一系咪转咗珠带之后，望一望先，都系呢、这个，都系呢、这啊，个抛光扣都喎、系光桥呢、哦，系光桥，都系呢只扣嚟嘅，都系咁样拉就可个，哦，都以，系头先嗰只扣，快速微调扣。啊，可以腾，可以腾出腾入嘅快速。喂，呢只新款咁样，会唔会系有折头咧？又呢款就暂时报个公价俾个大公家，价俾大家先咁呢大个家就如可果能真系有冇折。兴趣你话新款啊，真系就都几难有折啊！我相信系啦系啦查询啦，因为呢个款就系运动装啦，系啦，咁系啦，你仲要要新查询款下，喎、系啊最新款啊，系啊，哦，报个公价先啦。系系啊，好，公价几多啊？咁呢款41 mm 公价系34,600嘅。三三万万四四千千六，噶系啦，冇啊，错。公价。咁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就可以咁查询炒下价价有几钱。多啊？冇，呢只冇有冇炒价炒嘅。价啊？冇，冇炒价，咁冇冇炒炒价。价，咁可以冇查炒询价一下嘅，嘅，公价三一万定四有千折六。嘅。啊，咁系啊，系啊，啊。我哋唔知有冇折头啊，真系要亲自揾阿七师傅问下尽先至。量唔好炒啦，呢啲啲。珠系带啦，都好靓，我大我哋师。唔主张真炒系标嗰嘅啲吓。亿用家噶嘛，系咯。系啊，系系啊。啊。明白，好咁啊，等公价大就咁多有兴啦，趣睇就下查会询唔会啦。有些少折头俾大家啊？仲有冇啊，最七师尾就傅？仲有一只
高级嘅嘢介绍俾大家仲嘅，有哇，今日猛咁刁刁咗好就唔耐系雕喎，陀嚟嘅，唔系雕塔，系啦，咁啊即系彩等蛋等，啦。哇，咦？八折嚟嘅呢只熊咦？猫仔，百雀计时，哇！突然间弹只咁高级嘅品牌出嚟嘅，仲要计时添。系啊系啊，最尾介绍啊，精彩喂，啊！呢个系白面熊猫，但系蓝眼睛。系啊系佢啊，系唯一一只系咁样反熊猫嘅蓝眼咯，好 sharp 喎，真系，反熊佢好似猫上年出蓝噶啦呢眼，只，系啊，仲要诶唔白叫雀，熊猫咯，叫蓝眼熊猫咯，佢系咪有啲系，似嗰只艾美嗰只啊？系啦系白啦，我啱面想熊讲蓝似艾熊美，不猫过啊，艾美就三圈啦，依系两圈，系啊，直接再闻高啦，级系啲呢只就个感啊，觉，咁啊，当然高级好多啦，白雀就。个抛光好靓啊，个圈系啊。拉丝啊，各样，因为本身白雀嗰个做珠宝嘅级数系好高噶。喂，呢只Polo 系列你突然间介绍开雕陀，突然间拎只咁嘅牌咯，子出嚟，我呢只又十几万喎、啊，悭地。唔 系啊，要啲人睇晒之后先可以介绍呢只压轴嚟嘅，因为呢只系系 啊系啊，都系蓝色胶带咯，衬翻 NOS 啊，呢只系，系即系有佢蝴应蝶该扣停咗啦，产嘅啦，因哦，为停呢咗个产，限量版嚟嘅，系啊，应该冇噶啦，冇晒货嘅，881只啊嘛，哦，系啊，咁啊，即系又咁系佢仲 NOS 状态系嘛，系啦，佢仲有一只系高级啲嘅版本，就系、是、成个圈都系钻石嘅。同系。埋成只边系白金嘅，但系嗰只就好似要喺白雀嗰度订制，哦，哇！咁呢就只嗰只就唔知几钱啦，嗰只就应该都我谂都要6位数字系嘛？呢只要，系哇！啦，睇下基地先，呢只一见到呢个牌子，再加埋计时，已经知唔少嘢啦。机芯佢系用咗白雀指甲喐噶啦，呢啲就哇！系指甲机芯，净系个陀嗰个公仔都够复杂啊，真系。系啊系啊。好，limited edition 啊，见到。动力储存系50度八十咯，八八八八，50个钟系啦，五五十百个八十钟八只。动力储存，100米防水啦，系啊。咁啊，配胶带啦。我机芯鱼鳞纹打得好靓都，系，好，咁啊咩价钱呢？就咁高级嘅白雀，好上手俾大上咗家，俾大家望下先。40 mm 嚟嘅啫，哇，好正啊，等哇，先。正呢啲 size 真系 sporty，喂。够晒 sporty 啦。专门店款咯，嗰时系系啊系啊，限量版。咁呢只个价钱系14万7啊，好似系14万7，即系原价14万7，原价14万7，系啦，折咗就系103,800，哦，折即系咗103,800我真蚊，系系想啊，问你有冇又系咪炒价添又有，唔系有折炒，机啊，唔有系折机，折嘅，有折嘅，放心，喺我哋全牌值子都得十你万零笑几，嘅，好少，系啊，好嗯，似有呢啲嘢嘅，哦，都系好正啊。啱啱5位数字啫，都系，系系啊啦，系啊，啊，高唔系级五位嘢数高字，级，系6位数字。6位数字啊，6位但啊，先6位数啊，错咗啊，系6位数字数错咗吓，系啊系十啊，万零八百啊，系啦，系啊，103,000系咪？系103,800蚊，三哦，千八十万百蚊，零三千八百，OK，1160P 机芯啊，呢只系，系系十万三千 1160P 八，机芯系啦，诶，白雀嗰个指甲 movement。好靓，明啲白，打磨。哇，啲高级嘢厉害厉害，好高级彩蛋蜡烛，咁啊都差唔多啦个嘛，今 P 日。字喎，系啊系系啊，啦，咁你就介绍完啦。咁好恭啦，喜喂，咁你啊取得，最尾咧都提一提大家啦，即系有时我见到咧好多喺呢个 channel 度介绍啲表咧，即系好多朋友咧即系流表啊，咁我见到特别系啲雕陀咧，好多时都话流咧，咁有时咧就嚟到铺头咧又可能就冇咗啊，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有兴趣咧 cap 图之余咧，咁就如果唔介意咧，咁咧就要落订啦吓，咁啊落订先方便大家留啊，如果唔系个个都话口头话啊唔该留唔该留表，咁到时咧都唔知留俾边个啊真系。系啊系啊，系啊，即系因为经常有啲人同我讲，喂，啲都可好唔可以少帮我买货七嘅。小福留俾我啊？咁啊，但系又唔肯落订喎，咁我都唔知个个都咁讲，都唔知俾边个啊？系啊系，因为我哋通常得一只现货嘅，系啊，得一系只。啦，同埋即系如果大家落咗订嘅话咧，真系有兴趣要咧，咁就譬如到现场睇个实物，唔啱手型，觉得好似又太大或者太细，咁唔紧要嘅，咁咪先 refund 再倾翻。咯。系啦，即系唔紧要噶，咪再睇过第二只唔啱嘅，咪啲订咪退翻都冇乜所谓噶，相信系啊系啊，其系实啦，都讲咗 size 你俾大家知，咁大家知大概知道系系啦，几大最紧部要都啱玩，知买得道开嘅，心啊！系啦系啦，好好啦，今日差唔多咯，介绍到，系啦，系啦系啦，今日好介啦，绍咁到啊，呢下度，次多有谢咩大新表家，再同大家见面啦，好多谢大多谢大家，家，拜拜。拜拜。